兰波除了收集电影公仔，更花钱定做自己的公仔，超自恋的行为是否不太正常呢？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刚刚大家觉得很恶心的一种收藏，就是兰波老师。其实小的时候喜欢收藏蝙蝠侠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喜欢公仔。公仔，其实收藏公仔应该 OK， 对不对？很多人现在喜欢收藏公仔，但是收藏的公仔的，有的喜欢收仔卡哇伊一点，对，怪一点的。你喜欢的都是英雄类。因为没有，因为小我很喜欢看电影。然后每次看电影的时候，看完之后你就觉得哇，这些英雄好酷哦。然后会觉得是哇，这个角色上如果是我，都会男生都会有一种幻想，就觉得哇，这样子的精神，然后很有正义感。那像小时候我就很喜欢什么假面骑士啊，然后长大之后就开始喜欢超人或蝙蝠侠。那蝙蝠侠为什么特别喜欢呢？因为我觉得他跟我的工作性质很像。为什么？都是晚上不睡觉。对，然后对超人就比较麻烦。对，这因为超人比较喜欢穿，我因为我不太习惯把内裤穿在外面，所以我做不到。舞者不是穿的也怪怪的吗？对，然后我就收集了一些我历年来的，有一些像是有点积木的，然后有一些是限量版，像你刚才看到写100的话，它就是100年的，然后这个你有看到右边就是97年回归的时候出版的。对，我觉得限量版就是让那些收藏者多花点钱。对。多印两个字，叫97年，2000年，他是失心，他们就失心疯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收藏当中，你觉得你看过这个人吗？他是英雄人物吗？他是。栩栩如生的，栩栩如生的，哎，这真的好像，好像啊！你去叫人家去做一个自己，怎么好意思？对，哎，跟医生摇头了，这才是有病的，这有病。小姐，我跟你报告一下，你现在手上拿的是我子孙的神主牌啊。神主牌为什么只是有名字，会有个人，对不对？对对，那干嘛那么？而且你爸以后啊不能穿这么帅，所以现在就要磕好啊，对不对？对，以后我想说年纪大了，筋骨不软之后，我还可以跟我子孙一样，就是这么能 Q， 就是这么能 Q 这样。做的真的很像，而且我跟你说，他连毛细孔的感觉都做出来，而且头发还是剃的他这个样子。对，这是一个国内很有名的人物的一个人偶设计师，叫 Viva 的设计。他最近很红，是因为他做了林书豪的一个公仔，而且我觉得这有个好处，就是他就是用你来练习嘛，对不对？其实他之前就很有名了，可是我真的要讲说，他真的要。很观察的很，尤其是人的部分跟公仔是有点不像，他就不像，眼神有点不对，肤色有点不对，很难很像，所以他会要求说，他除了拍很多的照片回去做一个简单的模之后，他会要求说，哎，他可不可以在你的工作的时候在你旁边看你？我们今天不是讲说怎么样做公仔做得很像，我们主要是问。有什么人要把自己去做公仔？怎么好意思？因为做公仔都是比如说人家做蒋公的公仔啊，或者是做比如说蜡像馆啊，对不对？那但是蜡像馆也不是自己走进去说我想做刘德华，我自己的蜡像，对不对？而且这有一个好处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真的，我是对我来讲，这个公仔有时候有些移情作用。比如说，有时候可能编舞很烦躁，或者工作很烦躁的时候，我需要冷静的时候，我就会把它放在马桶里面，好好冷静一下。啊，这时候就觉得非常的舒爽，这样子。然后，哎，这个人病得蛮严重的吧？其实你不用这样，你就直接把你的头伸到马桶里面。冲水。对呀，对呀，对，还可以冲水啊！你更冷静啊！哦，对，还蛮凉的，我没有想过哎。提醒我了。请说，就是想自己去做这个，是不是有一点点？好，一般我们就会把这个叫做自恋，好，可是我不喜欢讲自恋，我叫做就是自爱，自我接纳。好，就是我还蛮喜欢自己的。他很怕伤到我们，是对，医生你尽量伤他们，真的。你很好，你不讲得真实一点，他们一点都不怕。好，那我们讲最严重的哈，这不是兰博老师的状况，我们讲这个自恋最严重，我们叫做自我感觉良好。好，那自我感觉良好，它是怎么来的？很多人就说，这个人为什么老是说他哪里不对，他就一直跟你说他没有错，好，都是别人错比较多，他没有错，他其实在拼命的维护一件事情，就是你不能证明我错哦。
因为你证明我错就代表我这个人不好，然后你只要说我不好我就崩溃了。所以自我感觉良好的人是一个自我感觉极差的人，如果他对自己很有自信，我错我就错没有关系，我做错这件事情并不代表我这个人不好。嗯，我知道，就是自我不会崩溃，我不会崩溃，你想激我，我知道，我不会的。蓝波老师，所以没有办法，人家在排舞的时候，如果人家说，哎，蓝波老师，我觉得这个好像不够，你就把你头放在那边。对，我把他的头放在马桶里面，你说什么？OK， 也许这对他来讲，这个把这个公仔的这个头按到那个马桶里面哈，他知道他自己没有办法这样做。可是当他有另外一个代表他的东西可以这样做，他会觉得我可以让自己 cool down 一下，我可以让自己冷静一下。所以这是这个公仔会不太能卖的原因啊，因为我怕别人把它直接塞进去。对，所以我就后来你做完了还想卖啊？哎，真的有人要买耶？买你的吗？买你吗？就是对我不爽的人很想买，回去炸炸炸。这个让我想到那个以前哈，有一个那个集权的国家，他们那个领导人就是做成那个邮票，好，那后来这个邮票上市以后，他们这个反应就是说，报告领导人，这个邮票在市面上没办法流通。他说为什么呢？他说因为大家都把口水弄在那个你的正面上面。我不会崩溃的，放心好了。不会崩溃。但是我觉得，通常你说你想去做一个这个自己的样子，我们就讲很简单，不管是自恋什么，你还是对自己的长相是有某些程度的满意吧？对啊，对不对？就觉得我穿这样，我这样的鞋，我这样的衣服，我这样的头发，我要把这个青春这一刻留下来，这是不是？其实就每一年会希望说，做一个。每一年。每一年就是我像我这样生日，你每一年都做一个。没有没有，从希望啦，但是其实因为想说有些人你每一年做就恐怖了，真的吗？你哪里来的自信啊你？我不会崩溃的。对不起对不起。因为我觉得有些人用照片给自己做一个礼物，有些人是用蛋糕，可是我觉得其实这样的公仔来讲，给自己不同时期的造型，不同的感觉。医生他病有点重了啊。基本上功能 OK 的话，我们就不要说他病哈。可是私底下他有一些层面。好，他自己需要去 balance， 需要去调整一下。好，那再怎么怪异，只要他在我们前面，他舞是跳得好的，然后他在这个节目上呢，效果是够的。有有有有，舞跳的不错。接受批评啊，接受。没有没有没有跳的。而且，如果你有爱的人，你会帮他做吗？我不会耶，因为我觉得其实来讲，因为怕做的有点不像。因为我觉得其实还有看人家愿不愿意被做这样子，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。这是为什么？如果我觉得自己做得很好，说我有一个爱的人，那我也做一个，你也做一个啊。我想基本上他只要问一个问题就可以，他问他爱的人就是说，我这么喜欢做我的公仔，那你有没有兴趣？如果你有兴趣，你也可以做一个。啊，事实上只要这样就转过去了。我通常不会觉得，因为我觉得他是我，通常我会说我爱的是他，我爱的是公仔。哇，这一句更厉害。那听到这句话的人就是跟着他死心塌地。哇，对，之后等他死心塌地之后再做他的公仔。坐你旁边好可怕哦。这个是蓝波的收藏，是做自己的公仔，这是非常有趣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自己去做，然后还想每一年去做。但是我们现在看钟欣凌，您感觉上她应该收藏了一些食品，对不对？